实是 Master Free Model 赞富乐。今日天气咁好，嚟到石澳，梗系要介绍架靓车俾你啦。介绍俾你睇就系2013版曼仕德三，睇下佢有啲咩特别。Master Free 系一部可爱嘅五门铁背小车，不如等 Model 介绍下佢同前一代有咩唔同啦。大家睇下，佢哋改咗咧，用17寸碳灰色合金拎噶，仲有一个鲨鱼鳍天线添。其余部分都保留了 Master Free 的原貌，自动开关和调校丝昂头灯， LED 车尾灯，全车的扰流醒目又靓仔。至于内笼，今次 Master Free 又改动了什么手脚呢？他们原装真皮座椅加了条红色粗线，特别 sporty 啊！喺环上的操控、冷气、电动玻璃天窗、双驱恒温空调，配合六碟式 CD 和 MP3， 加上六个喇叭组合，令到夏日揸车更加有乐趣。车尾的空间亦都足够，尤其当座位接起之后就更加大，要还原后座都好简单噶咋，睇佢一个女仔都搞得掂啊！ Master Free 继续用 2.0 Skyactiv G 引擎，最大马力达到154匹，4500转爆发出最大的194Nm 嘅扭力，足够应付假日郊游的需要。不如听下 Model 试揸之后的睇法啦。真系呢部咧2013版曼仕德三，个感觉觉得佢都好容易控制啦，对女仔嚟讲。佢幾舒服嘅，同埋咧內籠咧又比較大啦，咁俾我嘅安全感會好大，唔錯啊！最近代理仲推出18个优惠名额，299,900就可以出車啦，真係炎夏嘅消暑佳品啊！